自从搬到市区以后，上课要通勤是必然的。我喜欢骑车，喜欢在弯道、速度之间掌握平衡，一切都建立在安全之上。大哥，你刚刚有行人穿越道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你站在那里只差5公尺、10公尺哎、欸！我刚差点撞到你哎、欸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好不好？最近阳明山花季，我管你是上山要看樱花、桃花、海芋还是什么的，拜托，请带脑出门。安全出门，安全回家。